审核影片的时候，只要暂停就可以留下带时间码的意见，还可以画圈圈圈出不满意的地方。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明彦，欢迎收看网红课堂。我会分享一些网红必学的实用工具。今天我要教你的是使用免费的审片工具 Oslo 来提升你的胶片效率。Step 1， 免费注册 Oslo。Oslo 呢，现在已经改名为 Streamlabs Video Editor， 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 Oslo 的网站来登录。一旦注册，就可以马上享有 18GB 的空间。Step 2， 点击 Create Video Project， 写下你的影片名字或者是项目的名字就可以了。Step 3， 上传影片，在 Supporting Asset 那里上传你剪好的影片。Step 4， Invite， 点击 Invite to Project， 输入你客户的 email。Step 5， Comment， 客户呢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来留下对于你影片的 comment， 每当客户留言，你都会收到 email 通知，实在是太方便了。此外， Oslo 还支持上传 PDF、 音频和图片等文件，非常方便，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免费的云端硬盘来使用。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就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明彦，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